年没这么多人看见了该说。你就不怕吗？我不怕。你不怕你把你的茶我扣了。张志老师啊，那请你帮我组一个车队参加今年的白银布鲁克比赛。这是大事儿。那还才600万。我只有400。行。介绍一个朋友，小海，小兄弟，我去，这小子有点天赋。机械师机星，我们都管他叫老兄弟。门外这个呀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兄弟，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。张姐，这不丢人吗？这丢啥人呢？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？你自己看。张弛，巴音布鲁克支持。来，再来。张弛，黑心驾校教练。张弛，张弛，张弛，小沙，对着小沙。这段视频要先删一下啊！欢呼！巴音布鲁克，您不想再试试吗？我也不是啥冠军了，就是一个战车战量的水平。你是谁？你忘了？我是谁？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。原来这驾校真练技术了。